明天天气如何？带您来看山海气象。首先来到屏东狮子牡丹满洲，气温在22到31度。太武来意春日，气温在21到33度。三地门雾台马家最低温17度，高温来到33度。高雄的桃园那玛夏茂林最低温只有13度，在桃园高温来到32度。嘉义阿里山的气温在12到30度。南投仁爱鱼池水里信义最低温12度，高温来到29度。台中和平的气温在17到29度。苗栗南庄狮潭泰安气温在18到31度。新竹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只有15度，高温来到30度。新北雾来桃园复兴气温在18到30度。宜兰的大同南澳气温在18到31度。花莲新城花莲市吉安气温在24到30度。秀林万荣最低温只有17度，高温来到30度。寿丰丰滨气温在22到30度。凤林光复瑞穗气温在22到30度。卓溪玉里跟富里最低温只有11度，在卓溪高温来到32度。台东的长滨成功东河气温在23到31度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最低温只有13度，高温来到31度。鹿野台东市卑南气温在21到33度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最低温19度，高温来到34度。兰屿地区的气温在24到30度。外岛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气温在22到31度。